说多少如果你煎熬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，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想明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，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，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，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上半场间的歌唱时间，再次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光临我们的皇后零零七卡拉OK美食中心，享用我们的美食以及美酒。那么，